中秋节就要到了，今日市长吴伟体是甲知名的网红丁丁哦，共同来甲朝兴启林中心，甲新竹乡的青年同乐，唔单讲是做月饼，佮甲因做伙斗阵来品尝现在上届潮时的油啊，提早感受过节的气氛。今日保持着媒体甲知名的网红丁丁，以及个相关人员是做伙来到朝兴启林中心，甲孩儿做伙同乐，提早感受过中秋节气氛。唔单是做伙品尝现在上潮时油啊，因先其实做伙献唱爱表怎样，保持着媒体气氛是非常热烈。唔单是做伙同乐，市长媒体更是亲身甲孩儿做伙做月饼，每一个步骤是一点仔拢无马虎。市长嘛呼吁，希望民众伫咧选择中秋伴手礼时阵，多多参考亲戚朋友所做诶，唔单是用料实在，同时买当做爱心。我们本来所有的这些慈善团体推出的一些中秋节的礼品、礼物，还有月饼本来设定有一个目标22000盒，我们还差5000盒。你们都已经突破了，我们要更加努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会更加努力来这个努力促销，能够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社福团体都有温馨的中秋节。其实新庄中秋的阿伟销售所得，不但是回馈给新庄中爱者，其实会当借着制作订单，或会当靠家己自力，嘛得到成就感。去年2000爱的目标还够5000盒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用实际行动来欢迎鼓励。记者陈依云南区采访报道。